一个开始的，就是新的新娘和他们的家人都会漫步进场。首先要听听你们热诚的掌声，好不好？哇，很好听啊，音乐。好了，各位来宾，今天晚上头一对进场呢，就是我们男方的主婚人，有请何国林现上夫人。好，我们一起拍掌好不好？一起拍掌，嘿。很好，啊，他害羞，不要害羞啊，很好。好了，下一对就是女方的主婚人，新娘子的爸爸妈妈，我们又是郑爱坚跟林秀英邝丽，有请郑先生夫人。啊，手拖手，慢慢走，来啦，对啦。哇，很好看了啊。好了，接下来下一对就是女方的新娘子的哥哥嫂嫂。郑不平跟谢玲玲邝丽，有请郑先生夫人，还有他的公子的小公子，你好。好，接下来下一对，哇，那么多 fans 在上面啊。接下来下一对就是新娘子的姐姐跟姐夫，我们有射手风郑和情况力，有请谢先生夫人。哎，下一对是非常年轻的，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花童花仔花女，我们有郑浩哲跟何文，有请两位花仔花女，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。哇，很可爱的，看啊，我们的花女的笑容，哇，的面啊，眼神都非常特别啊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好了，各位来宾，终于我们等到今天晚上的主角，我们这对天生一对的情侣，今天晚上来看看我们新娘子多可爱啊，非常美丽，好像天仙下凡一样。新郎哥英俊潇洒，气宇不凡，他们简直是郎才女貌，天成眷侣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站起来欢迎他们好吗？我们一起站起来欢迎今天晚上我们英俊的新郎哥于良强先生，漂亮的新娘子郑雅琴小姐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叫她于太太，有请于先生夫人。好，各位请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新人新娘要跳他们的 wedding dance。